3月19号，奥运冠军刘翔开通了自己的个人微博，晒出一张穿着衬衫的自拍照。照片里的他搞怪又卖萌的瞪着眼睛。大家好，我是刘翔，我来了。到今天下午为止，刘翔的微博粉丝已经超过了14万，而在他关注的名单中有110米栏的师弟谢文俊、江帆，以及退役不久的李娜和艺人古巨基，却唯独少了媳妇儿葛天的身影。这是不是要跪键盘的节奏了？